过我。好，今天带来几首歌。然后刚刚有看到格格的演出，他有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题就是我们是那个快乐愿望的主角们，对。然后希望主角们有主角光环，所以等一下掌声可以用力一点吗？好不好？现场底下的千万朋友们，好。刚刚格格带来这么多精彩的歌曲，然后我们接下来，我有点想要改变我的歌单了，因为格格都是唱抒情歌，我们来点 rock 的好不好？啊，没有啦。那我们就是顺顺的来，带来我们第一首歌叫做《别醒》，这个是我自己的创作。好，好有没有？却装作慷慨，面对着破碎的镜子，依然在发呆。怎么我还在等待？风吹来，刺耳的声音陪我看海。你不在。用了上来，不期待停留的脚步突然往前踩，不睁开我想见的他不在，想见又见不到的别在我梦里，能不能留一点空隙让我深呼吸，想忘也忘不掉的不叫做回忆，是一种无形暗面积，叫人不要信。
面就没有弹了。好，分心了，分心了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别醒》，然后是因为铁花村的一堂课，对，所以在我在黄建伟老师的催促之下，我花了4个小时把这首歌写出来，有点恐怖，对，好，那继续。接下来是白玫瑰，对，白玫瑰，白玫瑰，白玫瑰。玫瑰总是带着刺，爱情总是带着刺。
谢谢。